网络代理首款陆海空三军策略手机的游戏在行动双平台上架之后，单月营收将会突破1亿元的水准。负责游戏金流的智冠指出，受惠于不少反应良好的手游作品挹注，营收大幅提升，目前相关客户是比去年增加2到3成，预期明年的营运还会比今年更好。